Hello， 欢迎翻到嚟中老 TV 死火马环节，我系节目主持人 Iron Man。底博死火马赛马预测时间，啱啱星期三，我拣咗男装之歌大纯威，以及有讲有笑做死火马，结果男装之歌紧紧顶到。嗰场嘅时间水准都算唔错，冲上嚟嘅智力更新同快博紧紧追佢唔到，都算系唔抵啦。不过呢两匹马可以做跟进。咁听日又点呢？十一场嘅赛事入面，阿人明觉得好多嘅热门马实力上面够硬净。暂时又不算话太多马不直播，不过咁千挑万选里面都揀了一些不抵博的马给大家参考。想知道的话，记得不要走开。如果未订阅我们中老 TV， 记得在这个位置按个订阅掣，按埋隔篱的钟。就有新片的时间就会通知大家。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留言，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想看，记得要留言。还有想跟我们的节目主持人聊聊天，记得要 join 我们的 TG Group。 好了，今次呢又要去讲话了噃。第一隻要攻击的就是第三场五号的年年行运。这匹马虽然近况大勇，潘顿继续不放手，不过我们看回他今季第一铺入三甲的时间，当其时就是46分，不知不觉过了半季就已经加了25分，始终会担心他长路有进士。而虽然上一次在直路里面曾经阻过较前望空，但是打翻开个势冲刺下去比较一般。在他隔离过终点的禁区啱啱跑谷草都跑到一注赛，所以担心这只年年行运连场拼搏之后体力下降，现在得六，虽然有6.8倍，但是感觉上这一场有超速、进益善、黄渣以及精准快车的对手在这里。6.8倍的 win， 我觉得稍稍不值买。第二隻要攻击的就是第七场3班1200米，这匹三号的常常有余。虽然他在香港一出即成，但是上一次的470总场次末段时间不靓仔，而且那一场入面追的马比较好。虽然现在有男装之歌、有主意以及牵旺家父都在赢马，不过常常有余今次的对手并不是一些谷草马，因为这一组入面有钢班跑的试跑得，亦都有赢过田草的以战得胜、盈月、美丽攻略，甚至乎在1400上名的实力派。对手都比较硬净，而专场只系得4.9倍，稍稍觉得买 win 唔值博。第三只就系第十场3班1400米嘅赛事，14号马星际精英，今次有4班1400唔跑，孭少19磅上嚟跑3班。隔晚不知为什么这么有信心
卖到 6.1 倍。不过佢近呢几场虽然连场都可以跑近或者上名，但系隔离左右个对手都只不过系自来金、健康第一一啲三四班嘅升降机，而面对今场嘅三班千四米，有美丽在线、马尔代夫、金发盛世以及上次万疾都追得好嘅线路之星。假若听日都系得六七倍嘅 win， 我就觉得有多少唔抵买啦。好啦，嚟到节目尾声，不厌其烦再提大家多次，要按我哋嘅订阅掣，按埋隔篱个钟，记得按全部，咁就所有片都一条不漏噶啦。好啦。我而家就去睇波，跟住早啲休息，因为听日早开场啊嘛。咁我 Iron Man 同大家讲声，听日赢多啲，下次记得继续收睇我哋中老 TV， 拜拜。